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粮食供应所。好耶！你个自我介绍先。好。大家好，我系大恩。大家好，我系 Connie 啊。大家好，我系马朗啊。马奎。耶！咁我哋今日咧就久违地又做一个 reaction 啦。耶！又可以做 reaction， 老本行。好，咁我哋今日究竟？點解咁興奮咧？今次咧好榮幸啦，又可以同嘎嘎烏娜合作。係啊！多謝嘎嘎烏娜啦！耶耶！我好驚之後人哋會想同我哋合作。耶耶耶耶！我真係有啲嚇，你咁快知叫嘅。好，咁啊到 Connie 姐介紹翻啦。我哋今次要試下點樣咧？我哋今次 react 嘅就係台灣嘅一套原創嘅作品。好啦，好，好，好，就係叫做小光。好呀！小光咧就系同 History 一著魔嘅导演啊合作，啊啊、好嘢！品质嘅保证，我特别喜爱第一季。今日呢套片都系比较偏向黑暗同埋写实。今日咧我哋会 react 嘅咧就会系预告同埋 MV 啦。咁但系我哋睇咗嗰个嘅好呕心马龙嘅，以后请叫佢马奎，我叫马洛，系咩？我唔系姓马啦，而家我自己所有人都以为你系姓马，我自己觉得自己系姓紧马。爸爸媽媽都認咗馬，咁但係因為我哋就已經睇咗嗰個大概嘅故事內容，我哋有啲加油 Diane 同我哋講一下啲故事嘅。哇！個故事真係好正咯，係，我覺得係有少少好似我哋好中意嘅兩套作品嘅，係係 MODS MODS， 另外一套咧就係呢個《名媛歸來》，我覺得係兩套溝埋，係有啲黑道嘅元素嘅。咁我哋可以簡單介紹一下啦。咁佢有個好悲慘嘅過程。呢個小光，其實佢就以前咧，佢嘅養父咧就性侵過，跟住後來佢媽又死咗啦，結果就係佢要唯有去賣身咧，先至可以繼續生活落去，離開一個咁 abusive 嘅環境。咁之後就遇到啲好差好差嘅客人啦。咁有一次咧，佢就俾人打又成，之後就俾個工救咗，佢執翻屋企。哦 ，yes， 好單薄，好可憐，奄奄一息嘅佢。救贖咗翻，救咗佢翻，翻佢。然後嗰個工最點係咩？佢係呢個卧底。哦，就係做緊行動 operation 嘅中間遇到呢一個。三年之後又三年。我正想講。咁我哋就事不宜遲啦，我哋就嚟睇咗我哋呢個預告。預告。預告。事不宜遲啦，我哋快啲嚟睇個預告啦。先啦。Yes yes。開始啦。哇！呢個係個手啊。呢個係個手。哎呀！我遇到了一个肥仔，哇！咁衰嘅，好衰！佢两个颜值，哇 ！OK， 哇，好 Q 啊个手，可以，哇，个手好可爱啊，系啊，但系佢嗰种闪闪烁烁好可爱，哎呀，哇！說不得咯！哇！嚇，我想講，其實即我哋好涼啊！我本身聽嘅時候都係話佢係即尺度係比較大嘅一套劇啦。入邊剛才都好威風，佢頭先佢個樣好 creep。唔係，我覺得咧，佢嗰種鹹咧，佢未必即係純粹露肉嗰種鹹啦。係，佢嗰個成個氛圍係都創造得好好，佢識摸啲手嗰啲位咧。即我想問啲分鏡好唯美啊，因為我見到佢啲色咧係比較偏係沉重嘅顏色啦，但係我唔知點解嗰種好覺得好 sad 啦，但係就覺得好靚，覺得係有嗰個真係有 mods 嘅感覺。講頹廢啊，嗰啲抹布一樣放喺一旁，我覺得係嗰種喺世界被遺忘嘅一角，我揾到你，但係你唔注意我嘅感覺啊，好 sad 啊，你真係好卑微啊，成件事即係連假嘅都好，我
係想你講你中意我。小光的演員那種眼神，那種喂喂叔叔可憐的小狗狗，不是，那種就是那種你可能有很多 trauma， 然後你對自己沒有信心，然後所以你一直都自己躲起來，那種眼神我覺得是演繹得非常之好。其實剛剛講的時候，我覺得他有少少懶係強顏歡笑，有少少白甜白甜一開始那種那種狗狗是，即是他逼自己習慣在這個黑暗的環境，然後要說服自己不介意，但其實他是很介意的，他都想要人愛，即是老大的，他是最想要有人愛啊，唉，即是老大的 MOD， 還有斯洛人，斯洛和老大，這個真的是大熔爐來的。那我們接著就事不宜遲看這個主題曲的 MV 啦。好啊，都是導演拍的，對，都是同一個導演拍的。我是不是因為用電視劇的片段呢？應該是剪出來的，是好喜歡這些字，手寫的手寫字很廢哦，這個是老婆的以前星光大道那個 哦，我知道誰，很有台灣的感覺，真的好想去台灣去看一句他很磅礴，身材不錯，好可愛。The body is good. The body. The body. Body. 他真的身材很好，你一定要有這個大叫的過程，抑壓的感覺。唉，我的 body好慘，好 sad 啊！這個歌詞 You're so perfect, you're born perfect, boy. 喂 ，Don't think of yourself this way. 好慘啊！好似呢個世界冇佢用心之處嘅感覺咯。啊，真係就係一個暴嘅狀態。係咯，周圍俾人，周圍俾人唾棄咯。最衰都係佢嗰個。其實佢喺度揾緊一個 light 咯，即係一個光芒。不過好似 fans 話齋嘛，傷痕係 like 光嘅入口。係啊，所以如果佢唔係有呢個方法，點會遇到個工咧？但係係希望係 happy 嘅。嘔血，希望。但係我仲未見到遇到個工啊！而家好食啊！嘔血，你唔好嘔血住，喺埋先嘔，喺埋先嘔血。啊！其實佢身處啲環境都好惡劣啊！全部俾人打嘅痕啦，陰公豬！哇！做咩啊？佢俾人就係嗰陣時俾人打，然之後俾個工執翻個蟹。哇！哇！佢嘅小光嚟啦！大光。哎呀！我都唔好鬧佢，佢喊得好，好有感染力，嗰種。就是覺得自己是塵埃喎，係啊，哇，個胸唔錯，真係個 body， 真係個波好大啊，就係我哋全部啲身材都好好。哇！我想嗰首歌好聽，係啊。啊！仲要俾人打完啦，陰公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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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慘啊！哎呀！好慘啊！啊！啊！就係佢要離開，唔好放手啦！小狗。好愛喎，真係好愛，但係演技係唔差喎，我覺得。同埋成套其實都幾要佢嘅演技實骨，係啊，就係佢呢個咁樣嘅身世呢個角色嘅設定。唉，覆水難收啊！真係。好靚啊！佢呢個鮮滑，好靚，好靚啊！同埋啲色好靚，好靚啊！好想去台灣。你睇咧，啲水珠。好想去台灣。唉，我都想去。終於都去到一個光啲嘅地方。係啊。
係係，阿頭先一直都係陰暗暗暗暗。啊！哎呀，佢中意笑啦！哎呀！好愛咯！啊！好聽喎，我覺得成個 MV 都係剪得非常之好，佢好見到嗰種由好暗、好陰沉，去到啊尋找到光明啦，佢終於可以快樂啦，即係呢件事係真係係咪 happy end 嚟㗎？希望係 happy end， 求 happy end， 唔該，求 happy end。如果係 B 嘅話，我哋又開多個藥心 live。我哋睇咗咁 sad 嘅預告同埋 MV 啦，我哋不如睇下啲。開心的 clip， 我哋睇一個開心的 clip， 可以睇個大尺度片。我不知道會咩黃標，但係 don't care。OK， 黃標係乜嘢先？你喺十年前黃標乜嘢都唔係，你走咗十年，之前你先黃嘅最作大，你哋勁鳩嘅，我都睇到痛啊真係。嗱，咁啱啱睇咗咁多 set set 豬嘅嘢，咁我哋睇翻啲令人開心嘅 sex 嘅嘢啦。咁我哋就揀咗一個 sex sex 的片，我哋就 sex sex。咁我哋咧就揀咗一段就係石哥啦，即係個公，係啦，就幫個瘦小光好奇怪，我冇睇過拍啦，係啦，我會中風。你可以睇下，你覺得你而家已經準備中風，你冷靜啲先，我驚你一陣間，我真係係啦，我深呼吸先，好嚟開始。值得要上去啦，大家度睇啦，咁所以就我想快啲睇之後，可唔可以快啲啊？我快啲講完咪可以行啦。咁所以咧，大家一來可以上九九樓啦度睇啦，咁啊 MV 咧同埋預告咧都可以喺 YouTube 度睇到嘅，係啦。咁其實咧，小光咧8月13日已經上咗架噶啦，咁所以咧。一熄咗呢個 video 咧，就可以走去睇，可以唔使睇我哋睇咗先。嗰個真係都好開心啦！家家會有今次嘅合作啦，我哋都會有翻送出翻有一個月嘅 VIP 嘅名額出去啦，等大家可以享受。耶！可以任邪，可以享受，可以 in。而家咧，你哋決定咗啊！我想參加，我需要 VIP， 我需要一個月快感馬樂的話咧，咁驚？咁咧，你就可以喺下邊咧回答呢一個問題啦。咁啊，呢個問題咧就係、個公咧叫咩名？我哋就提過一次嘅啫，所以大家可以睇翻條片，或者睇完套戲再答都冇問題。究竟呢個公叫咩名咧？我哋會揀出最快答出嘅九位啦，我哋就會送上呢一個月嘅 VIP 體驗。以我哋所知，係仲有好多捆綁嘅場面，因為佢好多恩客噶嘛。咁佢哋係用咗揾咗啲好專業嘅專業人士教佢哋點樣捆綁，所以係有 SM 啊捆綁嘅場景啊咁樣。咁其實嗱，我覺得。多謝大家再次用如此歡迎帶來你接受一個失控的我們，跟住我們今天就去到這裡啦，多謝大家，拜拜。
like、comment、subscribe 同埋 share， 同埋得閒嘅話可以上我哋 Patreon， 得閒就可以撳埋我哋嗰個囉囉啦，係啦，撳我哋鐘仔啦，冇人想撳你鐘仔㗎，馬龍，撳糧食居然想。